宝坻县的王四和是我的亲戚，他曾拿来一篇故事给我看，题目叫《叔爱孝子事》。故事说，宁河爱林村有一位名叫爱子成的人，他的父亲叫爱文仲，以做木工养家糊口。有一次，爱文仲与人争斗，失手将对方打昏在地。爱文仲误以为把人打死，便畏罪潜逃了，就连他的妻子也不知他的去向。后来听到一些传闻，仿佛听说他出了山海关，到国外去了。爱文仲出走前，不知道他妻子已有身孕，过了两个月便生下了爱子成。爱子成从小都由母亲抚养的，也不知还有个父亲。等到爱子成稍稍长大懂事，便问母亲，我爸爸哪儿去了？他母亲哭泣着把丈夫出走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从此爱子成便心情失落，若有所失。子成经常会向母亲和亲朋邻居询问父亲的年龄、相貌、特征以及祖辈人的姓名、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。人们见他年岁小，猜不出他打听这些事的真实用意，便都告诉了他。转眼间子成长大成人，长辈们张罗着要为他娶亲，子成却辞谢道，哪有父亲流亡在外，做儿子却成家立业的道理呢？人们这才知道他立志寻找父亲，只是因为奉养老母无法远行罢了。但是由于子成从未离开过家乡，且完全没有父亲音讯，所以人们相信他有这份心意，却不信他会去寻找。而子成也只是努力工作挣钱赡养老母，从不曾表露他的寻父之心。又二十年过去了，子成的母亲病逝，丧事办妥之后，子成便收拾行李准备寻父。考虑到父亲是为躲命案而逃亡的，所以应该会隐藏在穷乡僻壤里，于是子成便打算先去辽东一带找找。出发前，好心人劝他说，子成呀，你父亲离家这么多年了，生死未卜，你怎么找呢？还是算了吧。子成含泪说道，我决意已定，万一找到父亲，我们一起回来拜见乡亲，即使父亲客死他乡，我也要让他叶落归根。但万一找不到，那我纵然客死他乡，也绝不空手而归。众乡亲无奈，只好挥泪为他送行。长时间的寻父耗尽了子成的银两，于是他只好一边乞讨一边寻父。即使如此境地，他也从未有过放弃寻父的念头。一日，他在马家城山中遇到一位老者，老人看他穷困饥寒，便主动上前问话。了解原委后，老人非常感动，把他带回家中酒食款待。这时刚好有位木匠走了进来，看他的年纪似与子成父亲相仿。此时子成的心忽然一动，再仔细端详那木匠的长相，竟和子成母亲平日描绘的差不多。于是子成不禁拉住木匠的衣袖，哭诉着父亲出走的原因、年月、祖上渊源等等旧事，期盼着木匠就是自己的父亲。那木匠听了以后神情惊愕悲戚，他正是子成的父亲，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子嗣，所以不敢相认。子成猜透了他的心思，就把他从出生到为母亲养老送终的经历述说了一遍。木匠听罢嚎哭失声，与子成相认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。原来子成的父亲逃到这里已有四十多年，而且改换了姓名，所以子成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。那位老人被子成的孝心感动，便设法帮助他们父子还乡。然而因为子成的父亲漂泊多年，债务缠身，所以无法离开。于是子成立刻回乡变卖了部分家产，又向亲友借贷了一部分钱，凑足了百两银子，然后返回马家城还清了父亲的债务。
父子同归乡里，乡亲们无不交口赞叹。七年后，子成的父亲寿终正寝，子成迎父还乡之后才娶妻成家。如今子成已经有了四个儿子，个个聪明能干，勤俭持家，生活过得很不错。明朝时温安县有个王元，也曾万里寻亲，他的后代繁衍兴盛，至今称为望族。爱子成的故事与王元的事迹相类似，想来上天也定会让爱家繁荣昌盛的。王四和说，爱子成是我的佃户，他所住的村庄离我的住处仅仅二里地，我很器重他，因问明他千里寻亲的经过详情，梗概地写在这里，以供读书人以及是大夫们参阅，让人们知道乡里田垄之间也有这样品德高尚、至贤至孝的高人。这故事是乾隆癸丑年，西元1793年9月1日继续。子成千里寻父，偶然相遇，父子团圆。这故事的情节又和《宋史》中朱寿昌寻母的故事相类似，似乎都是如有神助，并非人力所能为。然而，因孝心精诚之志，故能感天地，动鬼神，因此即使说人力所为，也是合乎情理的。